然后第一个是积极性啊，就是像以前因为也有想过要服务啊，可是积极性可能没有那么高，就是可能会想说还要去找一些机构啊什么的，觉得很麻烦，那参与度自然就会降低啊。那这个就是我对于自己觉得应该要改进的地方。那活动结束后的想法就是转变。一开始就是我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像对于那些服务那些小朋友的时候，我就是就像之前就是老师有请来演讲，就是要跟他们就是站在同一个角度就是去看，可是事实上我还是以觉得就是他们是就是某一些方面觉得就是他们有问题，就是我是以这个想法去看。那对于活动，就是或者一些观点，像这个大概就是一些想法，就是像我们在做一些宣导的时候，就是像观念，就是像早疗这观念，就是我们在台北市政府附近做，就是一些活动的宣传的时候，就有家长会说什么是早疗，那就是早疗的宣传上也很重要，就是就算你的小孩子没有问题，但事实上你也不能说就是忽视掉这一部分。然后这是我一些资料来源。